来正康。欢迎收看水电爸爸，大家好，我又来啊。好，我们把咱有私讯咧问讲，因家的态度安怎整，较袂逼你。还佫有咱其他的讨论区看到讲，因家的水电要锁迄个配件的时阵，配件的时阵，嘿，甲因家的态度整一下，破足侪块，安尼到底是咩啊处理？啊，看下开讨论足精彩。所以咱今仔你佮传遮物件，你来看遐遮侪款装备，咱较等下一一来试予大家看。今仔个用遮装备，还佮即三个种。工具来试看无同的工法装开，到底有啥物差别，还是看会破会袂破呢？好啊好啊，啊要看真正会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铃铛。Let's go！ 啊，咱今来到现场啊，啊因看到遮有足侪态度无？哦，啊这拢是建材行吼，用因的样品寄予予咱的啊。听着讲咱要试咱的物件，啊咱来先看哦，大家看下这生做安怎，是安怎有粉砖、有石英砖的差别伫对？师傅讲哦，粉砖较怕土质的，啊伊若石英砖就较硬。今在后壁咧甲我解说，来啦，大家看嘛，即卖我搭红石即块无？这咱后壁甲看一下者，哦，这色的。像这个粉砖，按拆开卖啊，声音就是安尼。来，啊，这地新这原来算石英砖，但是这原来粉砖较无遐正安尼，这声音阁无像啊。来，啊，咱过来看这地，这地这原来无啥正的，这原来石英砖。哦，这有较正啊。再来这地哦，哦，这讲正的啊，石英砖。咱今仔日弄哦，可能大家听较无，我用10块来弄给大家看。在讲经啊，来，哦，这个声嘛真重嘞。那块咱嘛讲看卖啊。哎，声音阁无像啊。这块感觉较粉嘞，咱看是足重啦，啊，不过卡起来吼，内底感觉较软，迄款声音嘛，甲拄仔声音拢无像。啊，咱即嘛看到这吼，咱若有咧要求品质的，大部分就会用这啦。啊，还阁有比这阁较大个，迄要求较侪啦。啊，就是因为即嘛足侪人用这种的，所以足容易咧装配件的时阵，甲这种态度拢落破的嘛。嘿，吹天爱背啊，当作伊咩啊？要做好哦，咱弄弄破啊！啊，为着要补一块，这补偌久的时间呢？啊，若较阳春呢？哦，来，过去若较阳春，有诶比这搁较细块，啊，较阳春就这。哦，这往那分一个，啊，所以等下要弄啊。较等下，咱拄好做一片墙啊，挑工做啊，做一片啊，要拜托师傅来黏我去哩，后壁才过来做一个测试。师傅，我来当无无师傅咧讲啊，已经退休几啊年啊，还是咱甲邀请哦，来遮做一个娱乐性的演习，吼、哦、啊，做一下实际的物件，互咱看咧。师傅啊，嗯，啊，你讲这个安无相像，有当时来捏起是安怎的？这头子大。哦，啊，你这边看，爱搁用这啊，用把。安盖条啊。哦，安尼盖条，啊，不过我看有个人全直接搞好去。安拢全落叶啊。安尼落叶嘞。时间就落叶啊。哦哦，啊，咱用安尼较安，啊，而且后壁啦，要时间啊是水电的，要用捏东捏西就较袂破去到。系啊。你若看这师傅这久无做啊，搁这用心，啊，一寡物件搁兼甲咱教。啊，咱这态度已经搭好几啊天啊！啊，咱进前是为着讲要测试尔，所以吼，这咱无用粗坡的，直接就甲安啊。啊，师傅嘛足惊，讲搭无条内底空心的，因为无粗坡，迄个凹凸不平安尼嘛。系啊，啊，因为我大概有拢看过啊，用搭甲足圆满的，咱有影试下，大家听看卖啊。嗯。吼吼。
拢无空心的状态。嘿，无迄个打无掉空心的状况，所以真正打甲足好。啊，所以咱等下个实际来试看装起到底对种会破，还是对种较好装？嘿啊，咱进来甲试看下呀。好吧，咱进来试第一种，就是你较常用的工法和方法，安尼好。好啊，一般我拢会用这个十字刃的正位来用。啊，搭配什么工具？因为只有三台。我搭配的是通体起子这款的，方便插的。咱这就是六角头直接用插入，快速接头插入用安尼。啊，你六个身哦，我就直接安尼倒落就开始六啊安尼啊。啊，唔免加水啊、哦。一般用十字刃的时，我较少咧加水啦。除了用其他的钻头，我较会落去加水。不要客气，整块破未破啊，破会漏鬼安尼啊。来试看卖啊！一般阮也咧落空的时候，阮拢爱先做好，做好了才开始落落。啊，我真好做好啊，我就落落。啊，因为十字刃咱较好对嘛，你像安尼，我对中心对了就好啊。啊，第样直接安尼落。啊，当然直接安尼落的，落较歹落的时候，我拢会左右捏个斜一个，安尼有安尼捏落一个。但是这个力吼，力到这的时候，像咱要过，其实我拢会扎力一下，因为惊一个冲击力伤大，太弱就叫劈去。所以这家己咧来看家己的手感，力到要过，就要你啊注意的。感觉要过啊，阮就扎力啦。哇，那个过太弱啊，啊，就直接搁拉阿门头啊。安就好啊！哦，我感觉看迄个空安尼吼，那个足完美，无气角嘛，无破安尼。啊，不过吼，这有一个歹处啦，像这个赵英正的话，作定的时吼，正位拢足顺的啦。你看呢，你啊落的尔，这都拢臭打气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公司也叫阮讲，你啊加一寡水会较好啦，较袂上尾落去又歹去安尼。啊，一支差不多几？这一支看恁安那买啦，我买是买百外块，要到两百块。还那装一间浴室的配备装料，更爱两支哦。我捌一摆一间浴室内底吼，落镜箱啊、卫生纸架、啊个衣架，用超五支。哦，那个几年去啊？哦，要几千块啊！哇，那个工钱，大工的工钱也袂好啊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去用落一个毛巾纸的时，主家咱也要收一千块，惊死人！你一天甲我算两三百块，这水电在抢劫的，伊唔知咱的项目遐重啊，伊唔知因家的态度偌定啊。按第一种工法，你的方法试了嘛？来试网路上终极看到的物件是啥物物件？哦，伊这是钻石正位，头前是钻石孔的。这块这就是钻石，工业用钻石。工业用的钻石，伊这就是方便给咱咧磨，那较硬的物件、是看看甲磨磨有空安尼。啊，像咱啊用这个钻石正位的时，含斯特勒的好消息，咱袂使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的时，这钻石正位保证一日就歹去啊。因为用这个时，爱你要加水的，啊要加水的时，有阵时啊，我弄海绵温哦。淡淡，你落你啊，处处伫咧洗的时阵，阮就咧温一寡水，啊，较落去用。这个磨损较袂遐紧歹，啊，这个较贵。好，进来试看卖。好。诶，骨哦，足骨。诶，这种石英砖足骨的嘛。嘿，阿姨，这个态度做了足好。啊，甲我迄种十字刃的，想要袂骨。哎，尖尖啊，直直像尖安尼落去的时阵，就袂骨啦。哦，看到粗粗爱了磨一下安尼哦，咱爱甲磨一跤，啊，较有法度了了落，啊，无无法度人落。嗯嗯，有无？安尼来就有啊。像安尼来看看磨，磨一跤来，先较正要摇得来的时，这个圆形就出来啊。恁有看无？咱用这钻石正尾，主要是含细孔的方式烧成，伊是靠水水洗啊，看看甲落啊，落啊，甲这个态度过去了后，咱就要抽起来，像安就要抽起来啊，爱去换正尾落去落啊，无咱也直接过安尼落去用的时，伊这个钻石正尾的头啊，一个就歹去啊。这个无用呀，报销伊，这一支两百几块嘞，莫安尼算。啊，像他拄仔因选石正尾落过了，咱换到用普通的，伊就有摊家拢的头啊，做落去甲装，安尼较有法度后壁，咱若要用塑胶钳啊落去锁螺丝，较会锁。来，我落过恁看。哦，
想我咧来足紧啊。好吧。嘿。啊，你甲我一空细开嘛，拢无气甲无鼻哩，但是像遐有较大空一点嘛。啊，因咧饲个时阵紧张，细了收大空。不过，若像细收大空个时阵，有当时咱物件盖较袂过。嗯，话业主个无接受啊，足接个，有当时像安尼，若盖袂过，人就念啊。所以你咧旋转的时阵，可能用迄钻石刀个袂当伊断啊，留啊，头前断了啊，过去慢慢洗起平安尼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像这安尼哦，这有着错误的示范啊，这有失败去啊。你安尼有算失败啊？虽然无破嘛，无裂安尼嘛。嘿呀，王爸，你甲我两种较常看到的工法拢试了嘛，拢装了嘛，确定是两种拢会当用啊。啊，网络上阁有一种会当主动喷水装买，啊，毋过是安怎即届无买？因为一支爱四五千块，真正买袂落，啊，即个制作费阁爆表啊。因为咱有车师傅来打这嘛，嘛是爱互人工钱。哎呀，啊，无人煞要甲咱打。嘿，啊，迄真正买袂落，然后用过的朋友会当在下骹留言看好用啊，歹用安尼。系啊，甲阮留言，互阮了解看，若足好用，后日嘛是会使用看。咱买一组来试看卖安尼嘛。系啊。好，按实际咧运用诶，两种工法拢试了，即摆来创啊，开始学白母啊。哈哈哈。要母啥物物件？其实吼，像浴室诶时，即摆面盆啊，咱常常拄着浴柜。啊，浴柜诶时来用蓝铺顶，啊蓝铺顶咱啊用迄色诶时，有当时啊大家嫌伤慢，咱直接用细胶诶，用大支诶电钻落用。啊，咱即摆用普通诶钻尾，啊，即就是专门咧用蓝。好顶的装备，咱来试看嘛，会变。跟他们一般的正法拢同款了了。哎呀，就普通咱来看阿门陀边咧落的时，就拢用这款装备咧落啊。来，咱试看嘛哟。其实哦，像咱装备装来这台的时，伊这台算垂转啦。伊咧落的时，伊的震荡力足大，啊有些像个急迫安尼。啊，所以那一般咱拄着一样装来确定的，咧落的时有当时啊规块劈去，较容易破去。你啊看机器顶悬有一个拱腿啊功能，就是伊垂转的功能。系啊，这后劈伊这拱腿啊功能。你真袂甲开开。这时间就无上。进前你咧装南波顶的方法就对了。嘿，啊，咱来赶快照这地落去装好啊啦，较公平。哇！这水电的上高度的呀！哎，即摆用传统的方法要装南无天呢，只要甲架好过，规个带拢劈去啊！你免咯，别紧莫讲，这吼，咱若要装衣柜吼，不能挂掉。完全哇塞呀，这真正没事。哎呦，发现了又没事啊！你啊衣柜个真正主家袂发现嘛？啊，你啊装个一般的配件，人一看知影啊，佮看袂到嘞。其实较早哦，无其他的装备的时阵哦，阮拢用这装啦。结果哦，若像这伊囡仔这是倒掉，装是遮厉害去尔。囡仔伊若内底空心要装的是规个拢劈去。啊，所以常常水电含土水咧烧咩，含主家咧无法度人个教材就是拢安尼啦。啊，若买较好个拉款是安怎啦？像头拄啊，咱着用旋石刀啊，看看先阴坑过了后，啊，较用这震动落去拉，拉掉较有法度用蓝铺顶落去锁，安尼着较袂劈去。啊，所以今物啊，阮若咧用蓝铺顶吼，阮有当时啊，阮先用十字刃个，安尼态度拉好过，拉过了后，啊，咱较用震动落去用，以免讲哦态度，互咱用一个像个使用个足定一个。劈一个破去安尼啊，较搞工啊！啊，你片仔灰尘七节，我有咧用心啦，整一个规头拢灰尘。啊，今麦试啥物物件？啊，咱进来看就是一般传统的浴室吼，阮也咧落配备的时吼，惊去共咧伤到这规地，啊，所以阮拢经济木桌咧落。啊，伊这个是传统的泰鲁嘛，较细地。嘿，这款的就较乡村咧用的。一般咱的浴室呐，较无要求的，咱安的壁砖就是用这泰鲁粉砖。啊，咧落的时，像阮也咧落的时，看到这个时，阮规地袂去甲破坏，因为粉砖有当时啊，伊这切切了落就规地。所以水电习惯性大部分拢会经这个木桌咧落，因为木桌伊是边啊周围小块搭叠着尔，好落好时间阁未去看到迄物件。啊，可我阁有看到文章是安怎，你敢知？伊个是落这种的石英砖有无？结果伊个落木桌的所在，两地拢破，迄个照片看到两地拢破，我会笑死。所以你真个要试看到底安怎？嘿，咱即嘛先安尼，即个较乡村咱普通厝的较一看到的，咱先个。落木桌，落完了后，咱再过来试着用这个木桌看安怎。来，哇，伊这鼻声音酷酷叫的。但是你落，阮安尼会摔落啦，阮安尼就坐在度好多。
啊，咱有看到吼，真我目珠落落去，伊这小块裂裂，都无像他都按造型装落落，规地拢劈去。啊，伊造型装是规个剥落的，啊，伊这裂像个搁还好安尼。嘿，像这咱若要说配件的时，塑胶钱落去的时，其实这拢已经演示起来啦，看无啥有啦。啊，真要创啊！啊，咱真搁来学白算啊！咱若试同款造型装的目珠，试看安怎？哎，看会人地做个裂的咩？啊，试看卖，有个人哦。搁较凶，找十米的咧人啊，咱就是咧试看卖啊。一届四地，够开安尼。试看卖后，大家看一下。我咱补充一下，其实即马若要安装这个石英砖，啊是较大地，迄个土水师傅因拢有足要求的，因拢用石砖的调整器看看去甲调整，啊调整后，伊这木砖像安尼幼咪咪安尼，哦，这拢有要求的，就安尼做。啊未啊，今咱即马看到的像安尼的时，咱就安尼遮，咱来试落互大家看卖个木砖。落来变安怎？哼，两袋子会破未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吧，你看我一个甲鸡腰内两袋子会破，你看，你真爱料死啊！对，含猪肝的烧麦，含土水嘛烧麦啊，土水来胶啊，因为破成胶的，那个做甲要死的，啊，咱两个好难破个大细坑。啊，你要解释啥物？好来，咱先看者吼，其实吼，你有看这剥落足大坑的，哎，啊下啊，这是安那拢无啥剥落，哦，这我搭红色贴布。这咪较我大，或者是迄阵师傅咧念的时阵，一定做记号啊。这是啥物意思？这就是阮业的大进前的时，阮有特别做记号，就是有打过这分针。嗯，哦，这就含咱普通的瓷砖，伊的性质同款的，伊的硬度较无遐硬。啊，顶啊，这就是造型砖，这款的咧刻的时，阮迄工咧刻的时就好，迄、那个硬度足硬，所以你啊落掉的时，伊起价足严重。啊，咱来分砖的时，较无遐硬的时，你落有无？伊就较袂逼甲遐严重吼、哦，这现看就知啊。啊，你真个要算啥？咱看这地吼、哦，类似岩板，这是用那造型砖啊，咱用直接用钻洞啊，算看嘛，看平。因为有的人浴室咧用买用岩板咧甲砌嘛，只是咱即间咧套无套着岩板迄个物件，啊伊即块材质外观就成尔，啊伊嘛是造型砖的嘛，对啊对啊，足硬的啊，啊咱要用传统的那块变，超工要用好变的哦，嗯，我真，哦足硬。哇！啊，伊真落架呢，水电来走路啊！你若用安尼落个身哦，业主绝对骂。我一块太阳遐贵一间，一间啊开几啊十万，啊你怎个落我安尼太过烂了？我是敢那大了干苦啊！落了个咱先走啊！我是惊落来无钱通收，啊，得搁地钱放啦，较凄惨个。大工无好做安尼，系啊。啊，咱进正完的时吼，咱已经确定着，就是讲吼，两款正位拢总会使用的啊。看是十字刃啦，啊是讲这旋轴刀啊，拢会使。两种钢环拢会当，拢袂吼太入别离安尼。嘿，只是讲咱若用旋轴的正位的时勒完吼，咱可能就爱搁用普通的正位落去勒。看个人安那使用啦，你若喜欢用倒一款的，你就用倒一款的，因为阮无咧广告。就是证明吼，大家看讲有多几种方法。太路袂别哩安尼，系啊，因为即卖愈来愈高级啦，啊，主家要求愈多，啊，水电的要落这壁的时候，常常头壳疼，唔知要安怎落较袂别起，啊，是试予大家看一下。是证明讲传统的迄种要落这种石英砖，真正无大个，落过去别哩啊，背啊。你若唔惊死，做你干哪？啊，若有较进步，安尼大家就知影要安落啊呢。系啊，你若较高级的物件，啊是较要求的，大家应该看阮的实验，恁就知安怎落。好吧，按即马正位钢化的部分已经讲了嘛，即马按来讲看有几种可能的话，你们想咯，这种造型砖比起传统的你后边迄种普通的泰卢较容易比例，按来分析一下，有可能的话你们呢？哦，第一点就是咱若传统型的时阵，伊的分砖本身较软性，过来就是伊的质量较细的，拢超在25-30，或者是讲25-40。伊在安装的时阵，后边咱的阿门头还是脱水的，哦，伊在做的时阵。规个密闭较扎实，内底空隙机会较少，安尼个咱看大小的差别啊嘛。哦，这啊较这啊，所以伊若较十八个时，咱咧落较无容易讲规块许劈起叫裂起安尼。因为伊这较细块，所以土水师傅较好打安尼。哦，当然，因咧时间差足多啦，像后壁阮土钱啊，佮因咧
安装的时拢加足好用。像咱一斤来提，这是算中班的石英砖啦。伊本身这个跨度和这个宽度30公分，这个跨度是60公分。安尼咧搭的时，伊后壁土水塞，因也咧做的时，有当时啊吼，伊的土格有诶无，那种饲了较无杂的时，有当时往往较会去坎坷着。啊，是讲一半哩啊，会去用着讲哦，较有无遐扎实的空心，迄是不要紧啊。只是讲咧用好因搭好，咱也咧落的时，若去拄着空心的，佮震动得伤大的时，一个后壁几条就拢劈去啊。可是伊这种空心佮定的情况，安那个震动会佮开落，伊几条就裂呀。这多种原因加起安尼哦。唔是干那一款原因啦，所以常常水电含拖车咧冤家烧火，就是拢为着安尼。啊，唔啦，干那安尼尔，还佫有足侪因素来。第二样因素的是，咱能看到，即我有做记号者，哦，啊，即有做记号，啊，即无做记号。哦，这是啥物物件？阮有做记号，伊即就分级的。伊即款物件的态度，吼，像这石英砖，伊即个石英砖就是含咱传统的迄款材质烧成，伊较软性。所以，即若装到这的时阵，咱咧落水电的咧落较放心。我就像遮足简单诶嘛，遮着现看到遮有啊，伊遮粉质诶，较袂一个着裂去。但是电度若有够，咱直接用足够诶，你也看得一个裂甲足严重，遮现看到现知影。所以像即个物件，抑阁有阁较大滴，啊若较大滴诶时，阮水电诶力阁较恐怖。而且细地咧料较少，大地料几地，全部拢爱换料安尼。我捌拄到真正家己拄到的，就大石英砖，别个水地去落配比，落落的，你敢知影安怎？主家要求规景态度卡掉，拢总搁点单。对品质做要求的，不是干那品质要求尔，因为我去看一嘛火气，伊要落一个纸架啦，还是要落一个毛巾架，迄裂拢比这個较大坑，啊，甚至有诶规件拢劈去，安怎装诶？伊就想讲来个要行过安尼，用啥物工法我无了解啦，啊，我咧伊也是用震动大机直接就架落去啊，所以去看诶时，逐位就是拢安尼，诶，主家看一个面，我去叫我去看，我当时说我无法度，尾啊，母甲水电诶无钱通收，搁叫土水诶去，太流总卡掉，搁拢总定案，啊，甲叫阮去收煞。嗯，好吧，伊进南郊咧补充用无共诶电动工具，搁有另外一种方法安尼。系啊，因为像伊。这哦，伊用吊锤转甲电钻的方式啦。啊，真头拄我甲饲的时，我若直接用电钻的方式的时，用袂落，一定爱用锤转，搁用低速档，安尼咧落较落会过。啊，你啊用快速档，赶快来夹去。佮像用上这机的，伊冲击器是本身有震动的功能啊。嘿，伊有锤转的功能，所以咧落就落会过。啊，若用普通咧落下迄种震螺丝的，安尼个震袂过啊。诶，落袂过，因为伊无迄个冲击的功能。佮我你啊佮落一空啊。呵呵呵呵，好啊，安尼好。这个就是较我细空，安尼同款无别哩嘛。啊，较我长的空就当隔壁一空。哦，啊，咱来个用普通的那个。无震动的。嘿，进这安尼。好。你上班啊？咧电锯夹啊？我无感觉，完全袂落。对啊，那一波都安尼了，有啊。所以这种十字刃的嘛，是爱留下有震动的才会过安尼。对啊，你爱有伊个震动功能的无像安尼，把个电锯夹留下指纹都无啊。好吧，咱今仔测试了，后摆大家若拄到石英砖，看到这一集就知影，到底啥物方法会当使用，啥物方法袂当使用，啥物装落你该开始背起，哈哈哈哈哈。还袂装，你该知影，迄方法用落会了解啊，袂了解安尼嘛。我今仔有代志，我先等。系啊，其实吼，咱企业呢，大家用了解足多啦，啊嘛赚足多呢，袂像阮较早傻傻分不清，逐摆都变。好啊，这一集就到这。好，拜拜。啊，若有啥意见，啊，想搁较好的方法，会甲阮留言一个，大家互相研究的。啊，这嘛是家己测试的部分，你要用迄台震动的、传统咧装的，啊来落上定的石英砖，试看卖。好吧。比较了了了，哈哈，了钱啊，比较了了。这若我主教嘛是袂哈，像这块看起来像大理石安尼有无？但是伊这分装啦，唔好去学外表骗去啊。我这用震动的那个一粒一粒安尼。啊，若这块是咱就当作分装，不过伊这是真正是石英砖，你看落起来变。
两块壁安尼，啊这。哦，这就安尼还好。这咱来装面粉饼就无要紧，啊，若像落落去安尼好走路啊，较早出口来像咱算数啊。